我要离婚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当何小姐。奇怪，他们生我的时候没有经过我同意，为什么现在要逼我去想要跟谁这种烂问题呀？所以啊，有话就要说出来，要不然对方永远不知道你是感动、感谢还是需要。说不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拥抱啊。罗小飞，每周日晚间9点 ，TVBS 42台，《我的男孩》。